现在正是互领导生产的季节，尤其过年要到了，有一句话讲：食豆食到老老老。因此嘛，因为年节期间一道吉祥菜，农民表示今年因为雨水较少，互领导的产量甲价少，比起旧年搁较低，真是阵嘛才起一寡，差一点啊连工钱拢无够。希望民众购买在地农特产品，帮助辛苦的农民。农民是无用来采收已经熟的禾铃豆。农民表示，因为天气的关系，今年的价格和产量拢比去年较低，差一点仔连工钱都无够。今年毕业等于年好价拢百外，今年歹。今年头先早种的吼，拢五六十万无工钱啦，无工钱啦。啊，即阵来有较好一丝啊，安尼啦。啊，我头。价格变歹。价格今年差足多啦，去年拢两百外两。一两百，今年拢五六十，无雨水啦，无水倒就未水快过啦。今年产量拢收无介济啦，拢早死啦，无水过来。啊，雨林头就是爱靠雨水啊，啊，伤淡嘛袂用的啦，啊，就拢无落啊，无雨水无落就袂水啊。乡长指出，秀水乡临近复兴的雨林头市场，真侪农民拢种伫雨林头，出产的雨林头品质拢真好。好有民众爱加买一挂照顾辛苦的农民，因为咱秀水吼嘛是这个雨林头的出产地哈，啊因为是遮临近吼，去咱外中只有一个集中市场，啊所以讲雨林头是咱秀水主要的吼，早前较农业社会早前的是主要一个第三季、第三季吼出产的物件，啊即马因为雨林头的价格吼煞无啥稳定，往年来有较好，啊进前的时阵拢到几五六十块尔，确实讲的农民拢真辛苦，三年寒冷的冬天吼，也搁爱出来透早。透早嘛，都爱出班互领导，所以计销吼，确实拢无，一直拢无真悬安尼。啊，即马晚年啊，所以应景啦吼，每一个人想讲来食哩互领导，互领导食到老老安尼。欢迎即马即晚年的孙啊，平常时啊，都来照顾阮一个农民吼，啊，咱即个互领导吼，大概即个真好诶，即个蔬果啦吼，即蔬菜，啊，欢迎大家吼，尽量来甲帮助跩农民吼，啊，互领导的孙加食一寡，对身体是有帮助诶。乡长表示，秀水乡出产真侪农特产，有小果番茄、禾铃豆等等青菜水果，品质拢相当优质。欢迎大家多多购买。新中华新闻蔡中清秀水采访报道。